广西是，抢票好难抢。但是我是因为买的好早，然后那我买20号的还没有开始春运嘛，是啊，然后就抢啊抢，一下就买到。有分着，就卖光了这票，好像1号、2号，挺夸张的。后来他们叫我买，我说我买不到了，我自己都好不容易买到。所以啊，我说我赶紧把这事情解决完了，我好安心回家。车上没那么多人，到时候春运呢，大包小包的，很难受的坐车。回家之前搞得我，真的好多事情呀。你妈都是催你结婚的啊？催呀、啊，天天催。一回家就相亲了吧？对啊，回家相亲。我的朋友天天都不让我。